你咯，永远伫遐，别人反射袂去。对你家己来讲哦，永远是一个骄傲。哇！我就是伫改变。咱即马是一个球队，是一个 team， 纪律上重要。你将来啊，就要去迄个美国大联盟。什么美国大联盟？美国大联盟。右腿胫骨骨折，不能再上场比赛。在我的眼中，恁大家拢是英雄。如果会当伫镜头守国旗，这才是英雄中的英雄啊！在这里，好的，欢迎男主角吴建豪，女主角王雨柔。耶！你还没介绍我吗？哦，对，你可以站中间，你可以站中间。我不要这样了，好几个了，累死了。好几个，你知道？其实这次在台南拍的时候，像碰哥说的，很愉快。我好像是第一次拍的那么轻松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因为大家在片场的整个气氛跟态度是非常好的，是让我很开心。然后真的要感谢说，因为真的是台风天的时候来到台南的时候，其实完全没有影响到我们。啊，对，反而有帮助到我们的戏。我们这次拍戏刚好遇到了，好像不止一个台风。对，好像至少两个还是三个台风，还蛮多的。对，那我们刚好很多都直接把那个剧情直接加到台风就对了。对，导演厉害的地方，五个台风，是是是是，你看，真的很辛苦。这部戏不红不可能。对，一定大卖折发，对不对？这么多的水，2012《求爱天空》前导海报正式揭幕。正式海报就是前导，对，只是前，那也不是正式预告。那正式预告看到女生就要 complain， 这怎么都没女生？这只是前导，前导而已。那首部跟大家曝光，陆陆续续会跟大家见面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。每天要讲到台语的台词的时候，导演就会不停的讲我的台词，你知道他就突然就冒出来，然后没多久就又再讲一次，又再讲一次，对啊，所以其实导演一直在这方面很帮忙。那些台语对剧中来讲其实不是很困难，所以我就因为他的小时候是讲台语的，所以非练不可。那其实我会用最比较就刚才门内斯讲的，没事我就冒出来，比方说有一句话是维护啊吼，阴森哦，是不会让很长的台词，但是都是短短，只是很重要的。那没事我就会念，很快，其实门内斯学得蛮快的。所以在剧中讲台语，它并不像平常的吴建豪说台语，所以会，我相信会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，看到他的头，看到他的听到他的台语，再看到他的打棒球，会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打击、投球，然后就整个姿势都要练。就刚各位看到那个最后一个镜头，他左打那个，其实是真的打，不是什么特效。是真的打，然后要求的姿势跟角度，他都做到。对啊，所以我说为什么这次拍的时候就是觉得很轻松愉快，因为导演是完全对棒球是 you know， 是在他的血管，对啊，他的血管里面一直在跑，所以在他 DNA 里面，所以我做任何动作不太对的时候，导演就直接马上会修改。那我觉得这是很棒，因为其实你知道拍尤其是要拍棒球的，就真的要很懂棒球。拍完这部戏之后，我对棒球真的有一个新的爱了，对啊，然后尊重，然后我觉得就看棒球，现在就会觉得很会激动起来，对啊，所以还蛮开心的。好，谢谢。